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本期是星穹铁道商店四星光锥的横比，为大家分析一下光锥呈现商店中谁是最强光锥，又有哪些光锥值得兑换。商店需要的流光余晖、打忘却之庭以及周本 BOSS 都会掉。现在游戏开服进入第三周，大家手里应该也有不少流光余晖了。除了商店兑换以外，世界商店、任务奖励、新手指南也会赠送这些光锥。刷周本 BOSS 时有概率直接掉落，不过想叠满五阶，还是得以攒碎片兑换为主。七个命途职业在商店中各有一个光锥，这种商店系的免费光锥对比卡池光锥强度要逊色不少，就像黑塔商店五星光锥跟卡池五星光锥一比，仿佛四星一样。这些四星光锥实际大概也就3到3.5星的水平，所以以下光锥纯属矮子里面拔高子。先说结论，其中最强最值得兑换的是丰饶等价交换这一张，没啥意外的话就换它了。其次是智石光锥，早餐的仪式在智石系光锥中一般，但是放在商店光锥中不错。汪、散步机会、延长记号、过往未来这三张都得配合特定角色使用。春水出征是其中最差的一张，我们是地火理论不错，但实际没地方用，具体的原因单卡解析慢慢说。说完结论，现在我们来一张一张分析。等价交换在丰饶系光锥中错位竞争，没有像大部分光锥那样加生命加治疗量，而是持续提供充能效果。星铁中的终结技都很强，金五阶每回合能充16能量，类比一下六魂的停云，大招一次是充60加上增伤，以一张光锥来说这个充能量不低了。等价交换就吃亏在要求能量百分比小于 50%， 全队高能量时等同白板，没有这条限制能算是小神卡。对比丰饶系另外一张带充能的光锥，同一种心情，等价交换只要行动就能充，奶妈速度越快触发越多。同一种心情要求使用战技才能群充四点，等价交换灵活性更高。丰饶系横比下来可知，等价交换走的是错位竞争，抛弃了卷治疗量强化奶妈的辅助功能性，值得备货一张。延长记号这张光锥值得说的信息不多，限制条件太死板，要求对触电风化状态敌人生效，再加虚无命途限制，除了未来的卡夫卡，现在就只有骚骚的桑博能带这张光锥。准备等卡夫卡，又不打算抽他专武，或者现在已经练了桑博并且准备靠他打伤害，这两种情况可以关注一下延长记号，否则没必要考虑。而且虚无系四星光锥还有猎物的视线和晚安与睡颜，这两张在增伤数值上已经压死了延长记号，只能算四星下位替代光锥。汪散步时间跟延长记号是同样的问题，要求限定死板，要猎伤或者灼烧才能触发，目前也就物理主和虎克兼容，克拉拉这种玩反击的都用不上。而且汪散步时间也有被同类光锥压制的问题，黑塔商店免费的五星光锥记忆为星神的陨落，虽然效果也就卡池四星水平，但基础数值还是五星的白纸，除非练了双毁灭命途常用角色，卡池又没有捞到合适的其他光锥，不然免费光锥还是首推黑塔五星。过往未来也是泛用性很低的光锥，其他同鞋角色要么不需要每回合战绩，要么无法保证放完战绩下一个行动的一定是主 C， 只有波洛尼亚跟过往未来完美契合。但是过往未来这光锥数值给的实在是太吝啬，金武才增伤 32%， 被波洛尼亚专武，但战斗还未结束摁在地上锤，是典型的下位互换，有板压但无专武可以考虑一下，机制还是很适合板压的。早餐的仪式感在这批商店光锥中相对优秀了，金武无条件增伤 24%， 击杀还能加攻击，稍逊于天才们的休憩。如果卡池里没有捞出金武天才，早餐的仪式感效果也还不错。不过智石系光锥头顶有拂晓之前和今日亦是和平的一天，这俩五星四星天花板压在头上，其他光锥终究都只是过渡品，要不是一个限定专武叠满靠课，一个大月卡专属叠满靠时间，其他的智石光锥都没有考虑的必要。我们是地火这张光锥类似等价交换，它也是一张错位竞争的光锥，在存护系光锥中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群体回血，开局有减伤，但是拖入持久战就成白板了。回血是最大特色，在大世界探索或者模拟宇宙这种频繁触发战斗的场合，单盾无奶队伍也可以靠这张光锥回血续航。但问题是现在探索和模拟宇宙有什么难度？而且配合奶妈也不是没有啊，非要单盾闯江湖，那还有生命回复点和回复罐子呢。
我们是地火这种探索型的续航光锥没有用武之地，未来出一个禁止带奶妈只能带盾的探索型副本，那这张光锥还有救，现在只能说未来可期，未来可期。最后点名批评春水出身，巡猎系光锥四星地板了，大概既不加暴击也不加攻击，反而是加速度加伤害，金武增伤 24%， 对比巡猎系其他增伤的光锥，论剑点个关注吧都比不过。放在同样的商店系光锥里面对比，智识光锥早餐的仪式感无条件增伤 24%， 春水出身要没被攻击才增伤 24%， 受到伤害就断效果有空窗期。12% 的速度增加也能增加出手频率，变相提高伤害，但巡猎命途堆速度的最大收益点在于触发于夜色中效果，等哪天能带双光锥或者某个新角色自带于夜色中机制的时候，春水出身可能就有救了。现目前巡猎命途依然氪金首选于夜色中，免费首推星海巡航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星铁光锥谁最值得兑换的分析。如果觉得视频有用，请帮忙点个免费的赞，也别忘记关注我的频道@歌海晨露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了哟。